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。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第37局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棋谱。黑棋是新小目之后呢，二尖高跳，二尖跳手脚。白棋呢还是三三挡，飞啊。在最近的这个最近我们讲的这个阿尔法对局里面，这个局部的下法好像每一盘都出现啊，每一盘都出现，在有的对局当中出现不止一次。这时候呢，黑棋脱先连骗，这个还是很符合我们人类价值观的一手棋啊。如果接着在这儿走落后手，白棋分头了的话，黑棋被打散。连骗的话规模很大，将来总感觉有希望为大空。白棋小飞，小飞呢限制黑棋发展啊，同时自己扩张。如果这一带黑棋挂过来，阵势还是很宽广的。小飞，黑的呢又是一三三挡，白棋这时候选择的是搬，搬了之后连搬。相同的局面呢，印象当中在阿尔法的对局里面是出现过啊，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局面出现过。搬了连搬之后，就局部来说呢，黑棋有两种下法。黑棋一般情况下现在不能考虑活脚啊，如果现在去活脚的话，这个就活得太委屈了啊。虽然能活，但是太委屈，脚太小。所以在白棋连扳下来，黑棋通常有两种下法，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吃掉一颗子，弃脚吃一颗子。另外一种呢，如果在这边价值很大的情况下呢，黑棋还可以搬这个再断。这时候这要双打吃啊，黑的不白的不能被双打吃，接住是本手，如果拐的话被黑棋一粘现在也不好办，这要打了吃掉，这要长出来白的也这长出来也很大，所以白棋如果粘黑棋吃这边，白的同样可以吃掉脚上，大致上是这两种变化。那么现在黑棋选择吃掉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下法。白棋得到实地，黑棋先手拔一颗子，之后呢尖冲。这盘的白棋选择的是爬，爬，爬也是很正常的应手。黑的跳，白棋的地呢都很实，这个脚，特别是这两个脚，这都很实在。黑棋呢比较虚一些，看着很大，就看最后能为多少。那么白棋现在进入。打进来，他选择了直接进入啊，而没有这个定性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。打吃完立下，这个下法现在实际上也可以考虑。白的不知道为什么没这样下，或者他觉得走哪都差不多。这样的话，黑棋可能会虎下来，这块很广阔。
实战白棋直接打入。对付这个打入呢，黑棋可以考虑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，尖顶砸丁，上边压，这里加攻，这都是可以考虑的。很想知道就是阿尔法围棋对于这些招法它是怎么去判断它的胜率的，各自胜率是多少，比如说尖顶的胜率是多少，加在这儿胜率又是多少。他实战压这个肯定是他选了一个在他看来胜率是不会差的。白的这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动，这也比较有意思，直接动的话大致上黑棋一定要长，大致上可能会下成这个样子，拖粘给它粘住之后白棋虎封住，大致会下成这样。白的没有直接动，是不是觉得这样还不够充分，黑棋外边太厚太广了呢？总之他打入这个，没看太明白他意图是什么。这个比方说如果黑棋就正，白棋是现在再动这两个交换就便宜了，或者是他还有什么其他想法，这个没太理解。黑棋呢契合针锋相对，你不走我就虎掉，实际上正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，毕竟中幅很宽广。那么虎掉白棋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手跳出来，如果在底下钻地鼠被黑棋从上边封住的话呢，总觉得下边价值不大，跳是当然的一手。黑棋下的非常冷静，这一小箭这个稍微有点出人意料，当然也很正常，因为白的这一点毕竟很大，这一点你如果挡白的就搬下来的话，白棋虎呢甚至飞出去，这整个角就没了。如果拐的话，白的可能还不是虎，而是长进来的。这个黑棋也是蛮头疼的，甚至是不是有冲断的可能性，这一点肯定是蛮大的啊。不过现在普通的感觉是不是尖顶啊，或者是往外走啊，那他就冷静的往这一补。这种地方到底走哪个好，走哪个是最好的，这个实在是不是我们的水平能够判断的。飞过来，如果这样正的话呢，担心刺先手这里有靠出的这种味道啊。飞在这儿，黑的呢下得很紧凑，靠。如果这样平淡的飞出，那么白棋大致上长先手轻松连回，那黑棋就一个人走单关啊。靠这个，这当然要扳头，必然的。黑棋一长，靠长和单飞相比呢，这交换一下也有亏损的可能性，但是它很现实的，马上要断，现实马上要断。而且你这补呢，如果这样补，这还留着冲断，这里还留着冲断，这样补呢又觉得好像头是软的，有点不舒服。白棋呢是拖的意图，黑棋如果虎，白棋不知道是挖还是单立，我们就看得简单一点。如果白棋单立，黑棋要断开白棋的话，白的很愉快的一长，
然后跳在这儿，下边这交换两下呢，把黑棋在下边做眼的可能性彻底消除了，白棋目数也得到一点。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挖的可能性，挖的话逼迫黑棋虎这个，然后我再退，这样下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。拖，黑棋呢没有虎了，也许是担心虎被一挖得凑白棋补毛病。黑棋是单断，单断，那么白得长，白棋顺利连回，这里得到一些实地，重要的是顺利的把这块棋连回来了。那么外边这个情况是黑的现在一争就把白棋给争掉了。照普通的感觉呢，这一针针掉还蛮舒服的，就针死一个子对中府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。但是呢黑棋没有去针，针的话白棋预计可能会打吃完立这个。这样不知道怎么样。黑棋实战居然这个不争吃，既然不争吃而是尝了这个，这也是有点让人意外的啊。尝这个当然是很大，尝完之后黑棋这一带的规模就变得就大了不少，跟白棋打完力相比这个差别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这一般的感觉，这么重要的地方啊，这正在战斗，黑棋一吃就解决问题了，黑棋变厚了。而被白棋一尝呢，总有一点黑棋是这棋形挺破碎的啊，这孤棋蛮危险的，总觉得是一种这样的感觉。竟然不争吃，被白棋尝了，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地方啊。但仔细一看呢，白棋一尝好像黑棋也意外的不是那么，这地方不是那么看上去好像被一尝就很麻烦。黑棋从这个地方反贴过来，意外的可以一战，反贴过来，如果白棋尝的话，这地方还留着冲断，虽然打被一尝什么棋都没有，但是这里留着冲断，黑棋可能再继续贴，强调这要冲断你。那么如果你要是补这个头被搬过去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太大了，这边即使黑棋弃掉，稍微借用几下弃掉，恐怕白棋也未必乐观，这块迅速的膨胀起来。所以呢白棋实战是扳头，扳头就强调你这冲断没有了，防了这个冲断，但是呢这边多一个断点，所以黑棋断，白棋跳出。好，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就比较精彩。黑的现在要是要只顾着处理这块棋呢，它处境很麻烦啊。这么窄的路出去是没有前途的。这冲呢，我们说了，有这个子的话，这冲也没戏。那么唯一的活路是这个，这样吃掉白棋一颗子。但是如果这样下被白棋中间开花的话呢，这黑棋基本上离认输也就不远了，这长了再长价值也就有限，被一开花这块围不了多少空，这块还需要再处理，还没完全活干净。
外边这两个字也已经是废字，黑棋这样下显然不行。所以在看在这个看起来很这个黑棋很危险的时候啊，出现了很有趣的变化。黑棋现在活是不行，那么它靠在这儿，靠在这儿的意思呢还是比较明显，就是要弃子啊。白棋如果粘上，那么黑棋搬拐，这先打一下，再贴，白的可以把黑棋吃掉，黑棋将来打先手，或者再尝这个，黑的再尝这个，这样这个弃子呢，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想到的。黑棋这、冲出去活，显然外边损失太大，弃掉呢其实也没多大，这些再断呢，黑棋这边还有手段。重要的是黑棋尝到这打到一下，再尝到这个之后，把白棋这个子卷进来，在这一代的战斗当中，黑棋就取得了就是决定性的主动权。这白棋这个子再逃出来，肯定黑棋就很主动啊。这些断的黑棋都无所谓，反正这两个子也不会轻易死掉。如果能走成这样啊，感觉黑棋是黑棋现在为止最好的一个办法。那么白棋不粘，还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下法呢，就是打这个。打这个呢，可能会使情况更加糟糕。虽然这打了粘上能多吃一点，确实是能多吃一点啊，但是呢，黑的就简单拐掉吧。拐完把这个也整吃，总之黑棋弃掉的还是小的，这边围住的才是更大的。这块黑棋太可观了，这白棋基本上进不去了。所以黑棋靠是很精彩的一步啊，弃子的好手。所以走不好的地方要会考虑弃子。但是太拘泥于这个死活啊，一点点目数或者是棋子的死活的话呢，有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让自己陷入被动。黑棋一靠很漂亮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轮到该我们看白棋怎么办。白棋我们刚才说了，粘这个吃的比较小啊，打吃这个虽然吃的大，但是这被一针吃黑棋更大，白的反而有点为难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看白棋的有意思了，打再打，这当然都是命令啊，冲打，包了一圈，很开心的包了一圈。但是呢，自己也留下各种双打吃啊，各种问题。然后再怎么办呢？白棋处理的也很简单啊，这里既然有双打吃，那么这两个子价值就更小啊，有限了。搬这个，哎，白的来了一个反弃子，你要吃哪吃哪，我先让你吃这颗，再让你吃这两颗，这两颗也让你随便吃啊。这个白的不吃黑棋，反而让黑棋吃。黑的如果现在吃，那么白棋就这么打一下，可能把这个接上。这样一看，白的也反弃，好像黑棋也就吃到五目棋。但是白棋走的棋子呢，这搂包两下走在外边，这些棋子肯定都是很有价值的。这边走了几个呢，对于围左边的空肯定也有很大的好处啊。白的也反弃子，好像把这个难题就解决了，觉得白的虽然没有吃到黑子，但是把棋子都走在价值很大的地方也是很不错啊。
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很精彩。黑棋靠白棋反包。嗯，黑棋双打，这个时候要注意啊，这一二三四个子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这颗子，这不能随便沾了，被黑棋这样开花那就完了，白棋一定要长出去，这一定得长，这个子被吃无所谓，那白棋再把这一吃，黑的也没得到什么，啊，反倒白棋这块潜力很大，长到这儿呢，黑棋这个偏又被限制住了。所以黑棋打一下之后还是回到吃这个，嗯，白棋又接回来，接回来之后这一打一拐，黑的又进去了，所以呢必须贴贴呢，啊，还暂时没有贴啊，将来一打一拐黑棋还又进去了，黑棋先分头一下来的大飞，黑的总得贴，白棋顺势一长，现在黑棋是吃到两个子棋精，黑棋吃到了两个子的棋精，但是呢白棋顺势挺进，把黑棋这一代的潜力给消除掉，把这一代黑棋限制住了，那么这地方很精彩啊，作为黑方来说他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，这是在刚才一个好像看上去怎么活都活不好的很为难的局面，黑棋把白棋棋精给吃了，活得很舒服。作为白棋来说呢，可以说也是这个局面下思路很灵活的一种处理方法，反气反包反气，把棋子走在价值大的地方，还得再贴，还得有再长，所以这个棋的方向很重要啊，双方都真的把棋走在正面。好，黑棋这块处理好了，那么接下来点阿尔法的棋是很紧凑的，像这样平淡的拆二这种棋基本上它是很少的，它总是揪住你哪怕棋心上一点点的问题来做文章，点在这儿压的话，黑棋顶先手轻松就进角活棋了，所以白的当然是挡贴，普通的感觉呢要搬这个，但是搬的话呢黑棋一搬再虎，这边要渡过，如果走上边的话被黑棋渡过了之后白棋还留着问题，这一段再拐，要想吃进黑棋脚上呢必须得虎，但这一段又把白棋上边给断开了，那么如果你挡的话呢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啊，断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，拐的时候如果你要打，那么我这个先手是轻松搬出去，白棋反而被就是被黑棋断开卷进来，这恐怕对白棋没什么好处，所以在黑棋贴的时候呢白棋没有搬，而是靠，这黑的不能随便硬，走这个的话白棋扭断，随便长一下的话再被白棋搬，这靠一下已经阻度，也就是说黑棋搬虎的时候被白棋长，黑棋跑不过去，那么就这就不行了，所以靠一个很紧凑，那么黑棋硬的也很紧凑，这一搬如果虎的话我就打，如果能把白棋打得粘上那黑的就都无所谓了啊，先手便宜了之后简单长就行了，你做劫我也无所谓，一边打劫一边这个白棋的负担也蛮重的，所以二路搬也是
可以说最强硬手，白的扳头，扳倒一下，扳一下。如果黑棋退的话呢，白棋会怎么走不知道，但是能扳倒一下对白棋来说应该总好的啊。白棋扳这个的时候，黑棋打胡，渡过，虎过啊，这不能随便冲，冲被白棋把那个子吃掉，损失太大，所以虎过。先手打一下，从这边打吃。好，之后呢跳补这个断点啊，跳在这儿补，下一步再挡下去，这样走呢效率比较高。你如果这样补，将来要围控还得挡，那明显就小了。搬一下，然后飞出，飞出这地方，这地方呢，如果被白棋封进去，它还是挺有价值的。白棋封进去，白棋就到后了，这个子就彻底的失去作用了啊。飞在这儿呢，这个断点上的子，它还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机会。并且这步飞呢，同时也削了白棋这块，白的挡下，挡下之后，这块黑棋肯定是活的，但是呢，白棋扳粘是先手，扳接是先手，黑棋必须得吃这个子，不吃的话被随便走哪点也好，点在这儿。黑棋吃的话，白棋冲打，点在这儿，这要断，这要断，黑棋死掉了，两断必得其一。嗯，好，黑棋看到扳粘是先手，这个地方呢下的是蛮细腻的，先扳，这白棋必然要打，再打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正常来讲白棋得提完呢，白棋还是会在这里打拔定型，这样的话大家数目的时候就会发现黑棋略微便宜了一点点。现在白棋是1 2 3 4 5 6 7 8 9 10，数到这是我们数得清楚，看得数到这看得清楚一点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目，如12目，而且这个扳的时候黑棋打的话呢，白棋还粘不上，这里有一点微弱的差别。如果白棋直接扳粘的话，数到这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，白棋多一目，所以黑棋这里走到呢便宜一目多，一目多一点，很细腻。白的呢，白的先爬了一下，爬一下是先手，之后呢这个提还是很大，黑棋次序下的好，便宜一目多你也只能让它便宜。好，小箭，这个刚才这部飞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，小箭，白棋打吃，打吃也是现虽然很朴实，但是也是现在最好的硬手。走别的的话，可能会越动越糟糕。打吃，黑棋是不会粘的。黑的如果粘，虽然能吃住这四个子，但是这被白棋扳进来，
一路挺进。吃掉这四个子，大致会增长十多目棋，但是这边的损失就远远不止十几目。黑棋本身呢，也就是想利用一下小尖。走到这个子，关键是走到这个子等于先手扩张，把这块先手围住了，之后再小尖围住这边，这边不走，这里不走的话呢，白棋至少有这么一半，然后再打下去，黑棋这个空是，这不是黑棋的空。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，那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总之这里不围，眼见着这个围住这一块也不小，围上那白打吃，黑棋打吃，好。那么这盘棋还是相当精彩啊，在下边这一带的攻防里面，这弃子与反弃子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我们回味的，总之是要把棋子下在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下在价值大的地方，走在阳面啊，这正面入府真正面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宁愿弃子，宁愿反弃子，也要把棋子走在正面啊，这一点是我们下棋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盘棋。黑棋叫吃，打，飞一下啊，再进的话就被靠断了，所以这也是白棋的最大限度了。黑棋最大限度的围住，先手提接上搬粘，这一搬粘很重要，搬粘非常大啊，本身目数就是十几目，同时呢留下这个加进来的，残留着加进来的味道。这里黑棋还需要看黑棋怎么补啊，如果你这么补，这是最扎实的。但是呢，白棋就先手便宜了啊！不补当然不行，不补被白棋加一段，拐吃先手这一打，再这样冲过来，那直接黑棋的空就被冲漏了啊！打了一路横过来，黑棋的空就漏掉了。所以黑棋呢补在这个地方，补在这个地方等于上边的空要扩张一点，下边呢也防了你这个打过来的手段，你再走的话我就跟着硬，白棋打吃进来，黑棋反包，能把白棋给包进去，所以黑棋搬，把这压搬退，硬得很冷静，这棋不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？黑棋就是，总之黑棋就这么硬了，不硬的话白棋一手也吃不干净，打吃这个黑棋就反打也很轻，飞的话一团就活了，往里跳也许黑棋担心这边的味道，白棋有一些先手，这边再先手把它给断开，所以黑棋下得很厚，跟着硬，让白棋愉快地围住，这块还是不小，黑棋抢一个大官子，抢收一个大官子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看白棋的啊，白棋加入，就说黑棋补在这儿的话还是留下种种味道，白棋还是要加进去，
这个家肯定是有一定计算的，不可能白白送死，因为白棋搬黑棋是挡不住的，只能退。那么白棋爬粘是先手，这样数目我们简单数一下，黑棋的边界在这儿，数到这一线有六目棋，加进去黑棋必然要立了，再断长，如果这里走不出棋来，那么黑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白棋送了四目棋进去啊。白棋先送四目棋，究竟能在黑棋的空里面这个施展什么手段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啊。刚才说了拐吃是先手，从这儿打完断，从这儿打的话进不来的，被黑棋包死了。这条线呢暂时是不通啊。那么白棋从这刺一下，试试黑棋应手，这有断先手，从这有打了扳的味道，这里有靠进去的味道啊，种种味道。黑棋贴在这儿啊，这个很合理，贴在这儿主要是要保护这边嘛，白棋也断不进去，初一看呢没事儿。好，那么白棋断长，这是先手，之后呢这一靠啊，这个黑棋当然很想挡了，很想把白棋给挡进来，但是呢如果挡的话，白棋拐打先手，这里应该手段是比较多的，比如断这个，你如果打的话挖打然后再打，白棋就冲进去了，或者就是这个解，这个应该更可怕，断，你不能被双打吃，打这一定要包，提再走这个，这时候白棋扑提再打，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说太可怕了，如果打输的话呢直接就报废了，空全被破，如果没有这两个子交换，白棋一定是担心这个劫材不够，所以他交换一下一劫爆，至少白棋这里有两个劫材，这是眼见的。好，所以黑棋不敢挡在这里，不敢挡在这里，是虎在里面。哎，那么白棋再趁机爬一下，这个爬也是白棋的一个便宜。现在黑棋不能随便挡，挡的话呢，这边白棋拐打先手，断打先手，这个断点各种味道。断的各种味道啊，上边利用最低限度能加进去啊。如果你是选择一路搬的话呢，黑棋肯定是挡住的。这时候黑棋为了安全长一个，白棋又便宜一点，这里靠便宜两三目吧，这个地方爬又便宜一点，然后呢退回来，这个粘基本上可以看成先手。所以白棋这里加一个损进去的四目棋基本上已经收回了啊。好，然后呢没完没了，竟然靠在这儿，这个黑棋就简单一立，实在看不出来白棋这有什么用处啊，暂时是看不出白棋的，看不出白棋这个拖的作用。这地方挡了，挡一个
黑棋如果脱先白棋加的话呢，黑棋总是走这个的啊，有没有这个黑棋大概都会走这个，所以这一脱也没有看出效果。那黑棋要搬的话呢，黑棋如果这么搬粘，白棋冲完几先手，这也没有断点啊，断的话黑棋真吃就可以了。没看出他的用意是什么。黑棋立一个也可以，那黑棋应的是顶，应的是顶再打，白棋呢这又搬一下，这又再搬一下，黑棋冷静退一步，退当然也是价值比较大，不过补在这里，补在这把这个吃了跟退不知道哪一个好一点啊。黑棋简单退，那么白棋翻打，再点刺一下，这个当然要挡住，先手接，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啊，这不能被断一下，这一断再搬进来挡不住，一打一贴，简单一打一贴，黑的就死了。所以呢，黑棋补一个，那么补呢有粘这个和顶两种选择，黑棋选择的是顶住。好，黑棋顶住，白的挡，白棋挡一步，挡一步当然也是挺大的了。黑的如果一路搬的话呢，白的挡一下或许也是有点便宜，有一点先手便宜的。黑棋实战尖顶，然后虎吃一个，虎吃这地方不走呢，就是被白棋尝一下有点不舒服。如果虎吃你粘上呢，黑棋应该是先手便宜了一点，虎打在这里，像这种地方就很难计算了，这虎打价值到底是多少，能不能虎打到，还是应该就搬这个让白棋尝，这就很难很难。这种地方胡打的白棋没走了，加进了，那么现在黑棋这都有子了，所以黑棋当然退一下，不知道黑棋，不知道这黑棋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低估了这加进来这个价值的嫌疑啊？黑棋可能低估了这步加的价值，这地方一路搬其实还是非常大。黑棋胡打了之后靠，那么白棋点刺，如果你这么提着吃呢，也吃不了多少，靠呢争取想要争取多吃一点。那白棋点刺完了，一打吃，黑棋反冲，白的提掉，这样的黑的吃的目数，黑棋走得更紧凑一点，目数帮得比较紧，吃的更目数更大一点，然后一路这里立过一下，现在一路搬，这个一路搬呢也不可小看，将来加先手打先手
白棋如果弯在这儿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白棋可以增加六目棋，打掉一目，这个有后手七目的价值。后手七，至少是后手七目的价值啊，跟上边也许还会有一点关系。后手七目以上，不可小看这个官子。好，黑棋一扳。好，这时候精彩的东西又来了，白棋这一打吃，这地方居然他还要做文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黑棋就这么粘上，如果黑棋就这么粘上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有什么东西。长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？长这个，这要断你啊！你当然不能这么走了，这么走它这个是先手，很容易就活了。如果你接上的话，虎在这儿，最容易想到的是扳了，但是扳被做这个眼，这就成打劫活了。如果你弯在这里，白棋一扳，再一虎这个，这也是一个打的时候打住，这也是一个打劫活啊！竟然还会有这样的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战备长，这还吃不干净。如果走这儿吃，走这儿吃呢，即使吃掉了也亏损大，被白棋一打，先手一贴，这一段你不入子，还得再补一个，先手贴住，这好几目已经来了。所以黑棋不能粘，不能粘呢，黑的吃在这儿补，吃在这儿补的话，白棋先手一提，黑棋当然要接上，然后再一路一小箭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断是没有用的，打断被黑棋先手打两下，再一接住，什么棋都没有。但是白棋一路小箭是巧手，你不能这么。不能这么顶着走，顶着走被我一打吃再一断，这边要断吃，这边要扑，不能这么顶着走，你也不能这么粘着走，粘的话以后被先手断完之后你还得收气，这就麻烦了。断完之后白棋往里一冲，黑棋还得收气吃，所以黑棋粘在这儿是最好的。那么白的往前一并还是先手，这个一段要打劫杀了，黑棋得粘上。好，白棋这一打吃，竟然先手走到了小尖和长，这地方黑棋的目数等于又被小小的刮走了一点点啊。所以当初黑棋如果搬在这儿的话，这里有一二三四五目棋，自己增长五目棋。同时呢，这个白棋这边还要，黑棋还要跳进去，所以白棋挡的时候，黑棋是不是应该一路扳呢？总之白棋这一打，然后一小尖很妙啊，把黑棋刮的心情很不爽。如果是人类的话，被这样一个妙手啊。白棋走出这个招法，肯定心情很愉快。好，一路先手一尖一并，然后呢往里一跳，白棋这官子收的不错。拐打立这个有逆收三目，加掉，先手提，然后一拐吃，这拐吃也是蛮大的。
这地方如果白棋贴住，将来打吃完再打吃这个，这里有四目棋贴住之后还残留着这个断的问题，还有断的问题竟然啊，这个一断黑棋又要去受气了，还蛮讨厌。但白棋不能直接断，直接断被黑棋顺手一拐吃先损，那黑棋防白棋贴了再纠缠他断拐吃一下。白棋把这个吃掉，现实的长四目，同时呢还有这个挖打，黑棋接上，接上这里两到三目，然后这也有一目，这也是四目以上的价值，四目以上将近五目吧。弯，这一弯眼见着破黑棋四目棋，上边还顶先手，小有差别。黑棋挡，那么白棋先手便宜了，再顶一下，这个黑棋也得挡。然后呢打掉，横顶，这都是先手，黑的必须得走，然后一刺进来，这地方如果黑棋挡住，白棋冲，黑棋挡呢，这一共能为一二三四五都围住了。我们看刺的效果，刺黑棋粘，冲一下，粘上，贴进来，接上。将来算白棋冲到的话呢，黑棋只剩一目，所以这个刺也有四目的价值。提掉，好。如果算粘上黑棋要补一个的话呢，这个提应该有将接近三目吧，应该有三目。顶在这里，一起团，这个挤很显然打吃完再挤就是两目棋了，而且跟黑棋这一目还有关系，所以团一个也不小。顶，先手一目，打吃，冲，这大致上是两目棋的价值。先手一目，黑棋硬了的话就是先手一目，再冲，打，接上。好，前面呢都是很平淡的关子了，很平淡的关子。这时候呢，黑棋又施展了一个小小的手筋啊。这地方我们普通看呢，可能会把它看成这个样子。黑棋不管是这个也好，或者这个也好，总之看成这样呢，白棋这里有四目棋，一二三四。黑棋现在施展一个小手筋，哇！当然白棋要吃了，然后再挖，这个时候呢白的不能吃这个，
吃这个的话呢，黑棋最简单一打吃往里一冲，白棋的目数就变少了。而且是不是还有长的手段？长这里有双打吃，你只有接这个，我再一断打，然后这个又是先手，就算你提，哦，这个暂时没有断的话，白棋打吃一下之后跳，这里有一口气，如果这口气紧了的话，真有断的手段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简单看黑的这一吃，你只有提，黑棋往里一冲，白棋目数亏损不少，所以呢只有里边打，里边打，黑棋这时候这样一打，白的当然要提，再一打吃，这个呢不能粘，粘被一提双响，所以提这个，然后黑棋把白棋提回去，再一接。好，刚才我们点，如果黑棋什么手段都没有，这里是四目棋，现在呢我们可以这样看，这两个劫算一人粘一个，算一人粘一个，那么白棋还剩下一二两目棋，所以黑棋这一挖抠掉白棋两目， 这种棋形双挖，这也是一个可能很实用的手段，那下棋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，抠了白棋两目棋，接上，大家都平安无事接上，现在等于也这个粘单劫呢，粘单劫的价值呢不到一目啊，像这个地方白棋打吃完粘上，打吃完粘上呢有一目棋，黑棋这地方没有冲，没冲是可能是担心白棋扑进去，因为白的现在是挺厚的，黑的不容易找劫材，而白棋这里有几个劫材，冲完这一扑要吃劫不归，都在拼命的粘单劫打单劫，这个没人走，这种地方的应该是无关胜负了，否则的话这一目应该比单劫要大了，提搬完粘上，那么这两个劫就一人一个，黑棋再团掉，好，那么这盘棋呢到最后是没有下完啊，白棋小胜一点点，虽然说按我们的概念是中盘，但其实白棋也就是小赢一点点的局面，那么这盘棋最精彩的地方在中府这个双方的弃子与反弃子，当然收官的时候啊，那么这盘棋最精彩的是中盘战的时候，双方弃与反弃的这个较量，但收官的时候白棋一些精彩的小手筋啊，扣了黑棋好多地方，扣了黑棋好几目，这也是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啊。好的，那么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